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就继续来看莲生法王卢胜彦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主持秋季阿弥陀佛超度大法会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怎么办？每一个我带回家的女朋友，我妈妈都不喜欢。她的朋友回答，那还不简单，去找各方面条件都像你妈妈的，一定就可以的。那这个男的对他的朋友讲，我已经试过了，现在呢换我爸爸不喜欢。同样的道理，天底下的人哪一个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同样有一张脸，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的鼻子，一个嘴巴，但是哪一个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什么东西是一样的？佛性是一样的。所以为了佛性，两个字，你必须要爱众生，任何一个众生，你必须要爱众生，每一个，包括你的敌人。耶稣都这样子讲了，耶稣也是讲要爱你的敌人。那佛陀叫我们要无量舍，无量舍，舍无量，慈悲喜舍的舍，无量舍。你懂得舍吗？所以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舍身为佛，有割肉为因。你都可以舍身为佛，割肉为因，作为一个菩萨，你难道不能容忍你旁边的你这同门吗？有错的归欠他忏悔，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不能舍弃他。虽然呢那个师尊呢、哦、这个一般来讲起来，师尊是比较宽大，比较宽大一点，但是严厉还是很严厉，还是要严厉的。关于戒律上的，还是要大家遵守。犯了戒的，还是要忏悔。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犯了戒？犯了戒的，就一定要忏悔。只要忏悔了，都可以包容，除非你一犯再犯，一直不停的
会逐出师门，或者是欺师灭祖的。或者犯了忤逆罪的。所以今天呢，我没有按照这个法来说法，只是我今天心中想到的啊，告诉大家心中想到的，就这样告诉大家。那么现在已经是10:30，因为时间比较那个，那么我们希望这个佛菩萨慈悲我们啊，我们的心要能够跟佛菩萨的心完全是一样，以心，以自己的心来应活菩萨的心，你就是活菩萨。这弥勒日巴的歌集就是这样子写的。您安太岁了吗？台湾雷藏寺欢迎您。生肖鼠、虎、猴、蛇、猪，这些朋友要特别留意哦。新年祈福，台湾雷藏寺欢迎您赶快报名安太岁和光明灯，详情请电0492312992。燃灯杂志是真佛宗最受欢迎的杂志，不但发行全世界，广传真佛密法，并且记录着当代法王卢胜彦所有弘法的精华内容，值得珍藏。欢迎您加入护持的行列，详情请电0492312992。给你点上心灯。节目这个阶段，我们再来看莲生法王卢胜彦在美国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萨迦真空上师，敬礼16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日主尊本地阿达尔玛佛，化身大放法王金刚，以及文武百尊。一切恭敬礼，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谢浪咧。Hola amigo, que quiero mucho, scoin, 一起吧，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ビ，ブリンブリン，こんにちは，大家午安。现在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是9月20日下午3:00 PM， 是
Yalo Maninga Fire Offering， 就是黄财神附魔法会。Yalo Maninga Offering Fire Offering Ceremony， 黄财神的附魔法会。那很简单，不要钱的就不用筑起。我们先讲一个笑话啊，然后做引子。一对出家众进了餐厅，奇怪，他这个笑话写作一对出家众，一对大部分都是一男一女，怎么一对出家众进了餐厅？那师父对徒弟讲，徒弟，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沾荤腥，你怎么点牛肉面？徒弟讲，师父，这家店的牛是吃草长大的，算是素食牛肉面，没关系。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那个不一样，密教跟显教不同的地方。那么显教本身的戒律，就是说他只能够吃素，而且有的规矩更严，他不碰钱财，钱财他不碰的，所以他们是用筷子，拿钱的时候用筷子夹，不碰钱财啊，只好用筷子了。那显教的规矩，当然女色是完全禁止的，而且味如蛇蝎，味如蛇蝎，眼睛不看，耳朵不听，鼻子不嗅，没有味觉，不能碰，他们禁止，完全断掉所有的欲望。但是密教它是这样子，吃一些东西注重身心的表，身心的健康，重视身心的健康，没有禁忌，对食物没有禁忌。其实对于色啊，爱情的行动派啊，大家听好，什么叫做爱情的行动派？认为是华而本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去禁止它。那是到了很高的境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没有什么叫做荤素，
缘分随其来随其去，来无所求，去无牵缠，但是不要以为这几个字啊，无拘无束，没有挂碍，心经不是讲吗？无挂碍，没有什么挂碍，那是密教本身的理气。但这里面道理非常的深，我昨天晚上讲了，你在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都是佛法，爱情行动派也是佛法。那么这个佛法要怎么样子应用，一定要师父传你，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秘密，什么是秘密。师父没有传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做了就是世俗人，甚至于你出了家受了戒，有黄色的领带，你都是犯戒的。没有黄色的领带，你穿了喇嘛装也属于犯戒。你能不能超越进入法而本然？心经叫你无挂碍，显教的吃荤吃素就是一种挂碍，不碰女色也是挂碍，禁忌非常的多，限制你的一切，全部成了挂碍。为何不挂碍？为何真正能够无挂碍？你就是进入法而本然。但是那个是一个秘密，一个技巧，一个秘密，一个修行的秘密。没有受过根本上师灌顶的，前世犯戒，然后你没有进入法而本然，不懂得在那个时候修习佛法的，前世犯戒，下金刚地狱，就是这样子。我今天讲密法，密法跟显教虽然不同，但是显教的修行使用静止的方法去修，让身心清净；密教的修行是法而本然，毫无牵挂去清净，方法不一，但结果一样。想要了解真佛宗每周最新的新闻，您一定要看真佛报。真佛报有真佛宗的最新公告资讯，有世界各地道场讯息，有善知识的心得文章发表，有最新的医药常识分享，有济世助人的真实报道。更重要的是，真佛报报道了根本上师莲生法王的最新动态以及最新的传法开示，欢迎上网阅读或来电免费索取。
请电0492312992。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盛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讲解《金刚经》，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那现在跟大家进行。你问我答，新加坡莲花会下，亲爱的师尊你好，想请问师尊，念生活经的时候应该如何观想才可以与此经相应？弟子持经的时候是观想着师尊与其他诸佛菩萨在玛哈双莲寺放光铸造弟子，这样的观想可以吗？谢谢，感恩师尊。念真佛经的时候应该如何观想？其实真佛经是没有教大家观想，你念的时候，但是你想念真佛海会的情形，一边念一边想念真佛海会的情形是可以的。我认为新加坡莲花会侠所问的是可以的，你就是观想莲花童子跟所有诸佛菩萨在玛哈双莲池放光铸造弟子，这样子观想是可以的。然后观想真佛海会的佛菩萨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印度尼西亚是连一个你一个金是金嘛？好，是连金法师问的，阿弥陀佛，祈愿师佛佛体安康，请佛住世，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弟子虔诚祈求师佛为弟子解开迷津。弟子在莲生法王卢盛彦文集第276册南山雅舍笔记其中一篇文章，佛陀告诉舍利弗，文章内记载，舍利弗问：以何供养如来是最殊胜？文殊答：一，菩提心，菩萨心，菩提心；二，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三，不断三宝传承；四，清净诸佛土。请问文殊答之二，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请问师佛曾开示佛有三不能，不能度无缘，不能转定业，不能度众生尽，请问如何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他当然他讲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佛有三不能，
不能度无缘，不能转定业，不能度众生尽。他问的如何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我答不能，不可能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究竟解脱，因为佛也不能。但是这个含义在这里所讲的，文殊师利菩萨答回答的是，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第一个，你尽心就好，你已经尽了力，就是你将你懂的佛法告诉别人，就是度一切众生。至于众生解脱不解脱，那是众生的事。你将所知道的佛法去布施给众生，就等于符合了度一切众生究竟解脱。这个是利己，也是利他，利自己也是利他。我认为尽力就好，你有这个心就可以了。我们学佛的出家的比丘尼上师或者法师，一定要有这个心，而不是利己不利他人。例如人家来拜托你一件事，你 say no， 因为我在睡觉，因为我在修法，因为我有其他的事，人家来 no， 这已经违反这一条。